第一次正式的挑釁呢，就在11:31，林議員就說警察來的了，你這班 PK。 然後呢，林議員繼續說你夠膽你就不要走。然後繼續，林議員在11:57裡面說，你們班 PK 夠膽就不要走，警察現在來了，你夠膽就不要走。似乎他何君堯議員，我想提醒你，你雖然是讀一些人家是口述的，我們這裡是立法會，是所以希望不要用非議會的議員言語，你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表達，好嗎？主席，其實是撲街來的，我就已經用了 PK 了。何君堯議員，我已經用了是簡略版的。請你收回那兩個字，因為在我們立法會，我收回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主席，我都是根據我們立法會這兩個字是不用得的。主席，我們在這裡，我認同的，不應該有任何的這些粗鄙的說話說出來。實際上，主席，我都覺得是很有口難言，很難啟齒。譬如好像 DLLM 那些不是我的說話，我也不是想說這些說話。我已經提醒你，是這個是議會來的。多謝主席，不要用，我盡量是不用那個政治說出來。